没睡好啊，月月。防晒霜你都认识？这个是素颜霜，不是防晒霜。给你放假行不？可以啊。你想吃什么早餐？想要吃那个火腿肠包。那十块。那十块钱。给爸爸吃。阿姨，你记得吗？搞笑日。月月的早餐，一个火腿肠包，一碗豆腐脑。好丰盛的早餐呀。早餐那边有啊，当。今天家里请客，等会跟妈妈去买菜。我们这边的市场分两层，这是地下一层，地下一层很多都是卖的，就是自家种的菜拿过来卖的，都非常非常新鲜。买点毛豆炒肉吃。13块钱。小姨大姨来了，摇头哈利喽，我的肉脸还啊，我哥我的儿子喽，我家里怎么用没了呢？你学啥地方？鸭子快煮好了，哎呦妈呀，这太香了吧！西瓜我们也买了一个，等一下你带回去吃吧。没事，就是慢慢吃，没拿到。啊，黑鸭味了，我给你控鸭。我拿些香辣味，我给你拿那黑鸭味吧。好。黑鸭味，有特辣的、命汁的。妈妈别辣，你要吃特辣的吗？特辣可以，特辣这一根。啊。你看我大姨小姨也喜欢吃鸭脖。我给加一根。好吃不？好吃，要不就蒸了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菜都上齐了，看一下今天有啥菜：鸭子、牛肉、毛豆，又是鸭子，又是毛豆，粉蒸肉、腊肉，又是牛肉牛百叶，还有一份青菜。开饭。老妈嘞？都哪里放的？猫好强，鸭子，毛豆，晚上不用那个了，不用再炒菜了。鸭子吃了一盘子了，我们鸭子煮了两碗哦。